现在的心情有点沉重，有点紧张，因为这是直播嘛，全球直播，如果错了就错了，而且你错了之后你的表情不能变，这个就是专业跟业余的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你弹错了或你唱错了，你就是要 poker face。Stay with you， 然后我还要跟他，我们还要一起合唱一首《就是爱你》。我觉得很重要的是，我们一定要彼此要看彼此，看着对方唱这首歌。所以说 ，JJ 就过走过去了。就是爱你，就是爱你，就是。爱你就是爱你，就是爱着你。我觉得我跟不同的人合作过，可是我觉得我跟你最有默契。我也觉得，真的认真的，你不要就是只是所以大家在拍这样讲，刚刚好。对 ，Be real。Yeah。Yeah， really。真的 ，OK。真的。比如说，我唱主音，你唱和音，就是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是一个眼神，忘词对到也会一起忘。忘词，对，肯定会。而且我想知道一件事情，这是我刚刚一直从我们彩排完到楼上，为什么你今天给我那个亮亮的那个 magic， 银是我 magic mic， 我的一号麦克风。就你，可是你竟然给我用。对的，而且。那你为什么没有给阿信呢？或者你没有给 Tanya？ 你为什么给我那个亮亮的 ？Because you're shining in my heart. Oh gosh， 真的是。就我觉得那个是我毕竟演唱会在用的，我的第一号。那我办演唱会的时候，你可以借我，就是来。为什么？你应该有自己的很好的。没有，我的麦克风就是很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因为我刚刚上去，他们给我的时候，我有点受宠若惊。我以为我真的以为他们就是给错，然后上面有写那个 exclusively only for JJ， not to be touched。By human being, other humans， 也太夸张了吧？没有吗？对，难怪我今天在唱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个麦克的那个头特别的那个香。我有特别消毒过了，真的吗？我有特别消毒。OK， 我有特别交代。那我觉得还蛮香的，就是香，有一种 perform by JJ， JJ， 很棒。好，我们要准备了。好。Darth Vader. Yoda has taught you well. Thank you.
道这是什么？全世界最小的消毒手。过了不久，你继续放上去，然后就有九公分下来吗？这是全世界最小的，也非常非常小的，手伸进去，然后就喷一点。